其实这句话应该是博哲来说的，应该说两句吧。对啊，你的家乡啊。今天来到青岛，我们今天要录青岛话，说青岛话，青岛话。今天来到青岛，青岛话，青岛话。非常高兴，除了我以外都彪呼呼的，除了我以外都是彪呼呼的。各位呢，已经走遍了。 大半的中国，在面对那么多挑战当中，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团结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这个团队有没有能力，取决定作用的是最短的那块板，而不是最长的那块板。最短，这是不同理论吧？对吧？<笑>那么我想问一下六位，你们觉得在团队当中，谁是那块长板，谁是那块最短的板？ 这个东西咱都别争了，大家都笑一下，就知道谁是最长的板了。对对对，人家有两块长板，你知道吗？你是长板，你是长板，他是长板，我可能是短板吧。我也是短板，因为我年纪比较在里边食物链最底层。你年纪什么？比较轻啊，年纪比较轻，你的短板，年纪比较轻，厉害啊！年纪比较轻，你就他打张艺兴，有人打张艺兴啊。 他们长得一星，那么既然分不出谁是长板，沙滩上面现在有六块板，啊，我们呢从这条白线出发，大家抽一块板，抽到长板的就是长板，抽到短板的就短板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啊，那怎么动呀？ 这是短板长板，这么短，啊，你还真拿到长的了。我就知道这根肯定不会是短的，因为插在水里边的，对，要一直不被冲倒，必须得插在身边。没错没错，一心你这个也太短了吧。 哎呀，我现在脱贫致富了，我不是极限三傻了。对的，红雷，你最长。你是极限大长板。我最长的吧？我最长的。啊！接下来呢，我需要你们还是分成两队吧，我数三二一，我们自动分成两队，好不好？哎，已经分好了。哎，啥意思啊？你先站好这边。我不管。 你啥意思啊，红雷哥？你们是你那个你的板吗？来，三，我们三个，好吧，好，这个，好吧，好，可以，没办法。那边有两个木头，也有两个水桶，10分钟的时间，谁打谁打谁打得多。准备，三二一，我们要哪个？我们要哪个？我们要哪个？ 不，小猪，小猪，先把这个木管插进去。小猪，然后不要漏。哎，不，这从干的那边插，这个进不去啊，想办法，想办法。我看，哎，我们赢了耶！等等，我们赢了，肯定赢了。红雷，红雷，红雷，找一个石头。OK， OK， OK， 好，可以，来。 好了，可以走，比赛，走，走嘞，啊，快走，啊，咱这不行，都坏了，大哥，哥呀，这全露出来了，啊，我跟你说，要不然不怕谁呀，我跟你说，真的就是，裂了，怎么办啊？这，啊，然后接水，哎呦我去，太不够，等会儿等一个了啊。 好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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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怎么上来还修走了？哎，这三位啊，还不漏呢。那个谁，红雷，先干。哎，等一下，来先把它倒进去再倒。一二三，走，快走快走，不行不行，不行。 别费事了，别费事了啊！你这把这个铺进去，把它铺进去就。大哥，太久不漏了，咱们这样没办法。啊，直接摇一摇。一二三，走走走！哇，太沉了，走，快走。
没事，我们去抓。啊！我从里抬。别弄坏。各自。哎，红雷，把棍儿，红雷，红雷。直接捅两个眼就行了。对对对，直接捅两个眼。走。 1、2、3，咱太重，我们也抬不起来，就只要把这里抬。走，好，一二三，咱太重，我们也抬不起来，就只要把这里抬。走，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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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陈哥，快快快！啊啊，你使劲啊，使劲！那谁，一二三，来呀！使劲，使劲！呀呀！很大的我。哎，拿下来，拿下来！哇，小心！来，上上上上！来，一二三，走走走，走你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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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好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呦我去！完了，这是出现大问题了。行了，咱别干，你去把他车霍霍了就行。没有没有，把这保住。他对，他对，咱们俩保护好这个。来来来来来，咱保护好这个。干他们的事。没错没错。来吧，到。放着放放放放。倒一下。去行了，可以了，去吧去吧去吧，去干活吧，走走走，去干活，走，不想这样，你下去吧，把咱们拖下，没事没事，大礼拜就没事，啊对，我们就在这装吧，这算我们拿的了，在哪儿呢？这啥？他把我们剑就抓。水深的地儿，来，进来几个劲儿大的，来，就男的男的，四个四个四个，一二三，四，好，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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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哦，哇，黄哥哥啊！来几个女的，五个女的，来，五个五个五个，来来来，来，快点，站着，来，一字排开站好，一个一字排开站好，抱住他们就行了。来来来，真心啊。我们会找人啊，鼓掌，不要了，不走，
我不推推他干嘛呀？推他干嘛？哎，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？齐心协力，到最后能完成一件事，真的，是不是？咱们一块儿，咱们有一块儿啊。算一人一半了，来一块儿，来，咱六个抬上去，斜着滚，斜着滚可以，斜着滚，来，二四，走，走，好，好，来，斜着，好，过来，使劲，一二三，来。本轮不分胜负，本轮不分胜负。刚才一轮输的队要有惩罚的，要带上我们青岛特色的一个特产，叫做脸基尼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东西？脸基尼。林志颖？林志玲？就比基尼弄脸上。哦，比基尼。今天那边阿姨又带了一个。现在呢？既然大家不分胜负，一个队为对方队涂冰川水面膜，涂防晒霜，阎王一定得涂面膜，要不然这脸保持不住，一定的。哇！给涂面膜，快过来！好啊！逼我跳海是吧？逼我跳海！过来！天哪！现在你还有我帅吗？哎呦，是挺好玩啊，这个。哎，小舅，你带这个好像妖怪。你的牙，那就看他的牙。你来一面膜，服务一下。你脸太大了吧，大哥！我操，这弄不过来呀！我不给你弄难看，我给你弄个眉毛。画不是？你拿这直接给我画一个。就画。我这你拿这个问题，留了。这就是黄渤给我敷的面膜，太不专业了，一看他对他太太就不好。哎呦我去，大脸猫吗？这不是？这就是病。疯抢千万红包！刚才因为第一轮不分胜负，我们进入到第二轮的决胜阶段。这队请博川作为代表，那队呢请黄磊老师作为代表。我们的座内的滑翔伞，哇，在空中摆出这就是命的动作，哇！老兄，好，来一眼走，黄渤哥，拜拜，拜拜。飞起来吧，求你了！打住！真舒服啊！多多人，你想玩这个吗？青岛有一首歌叫。咱们来一个轻轻的岛啊，在中国，在东方。哇，那应该是黄渤吧？感觉往水里边掉了。你看，掉水里边了。哦，掉水里边了。我靠，干嘛呢？掉水里边了。一个轻轻的岛。青岛 style， 青岛 style， 云，太美了！哎呀，工作之余还能回一趟青岛，太好了！呀哈哈！青岛 style。
是要去哪儿啊？这又来什么坏招啊？这给我们搁哪儿去？这是要？小波，怎么飞这么久啊？啊，快到孤海了！快到孤海了！要去哪儿？要去哪儿？去哪儿？波哥，波哥，波哥，波哥！哎呀，去哪里啊？磊哥也来一次吧。磊哥，什么呀？哎，什么呀？张艺兴啊，没点情感好不好？什么？你有点情感行吗？磊哥，我怎么说、啊？有距离感，距离感，有距离感。电话，电话。喂，喂，你好，我是坏蛋。你是坏蛋？啊？你们的兄弟黄磊和黄渤现在在我的手里，而你们现在四个。到青岛市区完成两项重要的任务。哎，真的假的？你是不是又是导演安排的？你有病啊！导演在这儿啊！啊，你谁呀？你们现在四个马上到奥凡中心的情人坝灯塔，那里有任务等着你们。奥凡中心的情人坝灯塔，那黄渤和黄磊呢？黄渤跟黄磊在我手里。啊，被绑架了？他们被绑架了，叫我们去完成任务。你让黄磊跟我说话。哎，他说不了话，还在挂上面呢，哥。奥体中心什么？哎，你等我，再说一遍，奥体中心什么？你等会儿，奥凡中心情人坝灯塔。奥凡奥凡中心，情人坝灯塔。你想连爱情多？八月份最好是没风没雨还没有冰雹，有空来了安庆岛，让你一辈子忘不了，吃山好水好，地球人都知道了。从火车站出发哟，情人坝灯塔就在那边，走吧。哪边？走吧。Go go go， 从上面上面上面走吧。上面他们应该没关系吧？肯定有关系。哇！活动活动身体。哎，红雷哥，小猪哥他不怎么跑，为什么？他很奇怪、啊、今天。我就觉得他今天像内应。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小猪他是有问题的今天。啊？他很奇怪。刚才打电话过来，我们想救黄渤黄磊，我们在商量方案的时候，他那个表情很奇怪。哎，你看他现在跑起来娘娘的这样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事啊，而且绑匪坏蛋来电话就是台湾腔，台湾腔就是台湾腔，是你的朋友吗？俺口音不一样，俺的口音不一样。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？不管他，反正防着点，好吧？对，防着点，防着点。暗度查看。啊！哇哇，不会吧？他们真的哎，旁边有拿枪的人对着他们，弄到一什么荒岛来了？保持治安。啊！来吧，报告。这什么？脸基尼怎么？你儿子，没事。好。黄文杰，买进口上天猫国际就够了。本节目由中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 ，OPPO R7拍照手机特别支持。极限挑战游，健康美丽喝散游的天窝蜂蜜柚子茶特别支持。七次挑战护肤极限，冰川水尽在金珀莱，上海江雨。感谢陌陌，本节目指定唯一移动社交平台。陌陌总有新奇在身边。刚才我看清楚了，拿枪顶着头呢，是吗？拿枪顶着头呢。哎哎，他在后边打电话。抓他！抓他！抓他！小猪，站住！你行，跑快点，他肯定有刺儿。你先把他抓住，抓住！干嘛抓我呢？那么神经病！小猪，你干嘛？哎，把他抓住！
救人了。你救人，你在后边打什么电话？我们都在看的时候，你给谁打电话？我妈妈。不可能，我看，警察手机。你陌陌上面看的图片看的什么？我没有看到东西啊。是吗？不是，为什么变成这个局面呢？他们怀疑我是间谍啊。那你跑什么？那你跑什么？你不是你们要追我，那你跑呀？跑什么？大家都在看电话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在打电话？不是，我想试一下网络通不通啊。反正他今天怪怪的。什么呢？对啊，他今天怪怪的。三傻怀疑我干嘛？这是三傻。极限三傻，极限三傻。波哥、磊哥，我好怀念你们哦，他们排挤我。不管他，我们先去完成任务。快，就是这儿啊，就这儿。快问问天猫。哎，天猫，你说。天猫，快说话，天猫。我问你，我们有什么线索吗？有什么任务吗？现在？走吧。哎，有枪！极限三傻老大孙红雷，老二王迅，老三张艺兴，老四后虎。有什么吩咐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两基尼男人帮的帮主。黄磊和黄渤已经被我们绑架到附近的小岛上，你们必须在66分钟内关闭位于海边的两座灯塔的阀门，否则小岛将会爆炸，抓紧时间吧。据说你们当中最聪明的两个人已经离开了这里，所以我很好奇你们当中是否还有聪明的人。没有了。有啊，当然有啊。所以我需要你们先讨论出一个最聪明的人来和我玩一个智力游戏，好吗？三金。哎，你们不是怀疑我吗？现在你要派我吗？这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？智力游戏。智力游戏还是你来吧。我来。啊，大哥你确定啊？智力游戏啊？那你来。你们以为你们三个能够上我？哎，你为什么站到那边去了？哎，是不是欠揍我？我是抢了今天啊！选好了吗？选好了。好，一星来。你觉得可以吗？智力游戏，我不信，那我赌一次。我这里有80个数字。塔内的80个数字对应情人霸上的80面旗帜，塔内人随机抽取一个数字，塔外三人必须猜出数字，降下对应的旗帜。当所降旗帜的号码比数字大时，塔上的水兵挥红旗；比数字小时，挥绿旗。降旗正确时，同时挥舞2面旗帜。每轮数字只有3次猜测机会，如果降旗失败，要重新选择一个数字，直到猜中为止。这跟我的智力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呦，这么多棋，来吧，为了这要累死人的，为了救人我们要把自己累死。一心抽取一个数字，这是心灵感应的游戏哦。我没有，它是随机的，如果3次我们没有猜对的话我们就输了，输了我们就救不了两位哥哥了。一心可能会发现暗号。我要出去。第4次。我要出去。第5次。我要出去。第6次。我要出去。我要出去。OK, go, 八。八在哪儿啊？这是80。八在最前边。电话联络。太远了。应该守着看。小猪，你比数字就行了，好吗？我们不能来回跑，我们派一个人。这跑死了。好，不然会被累死的。对的。哎，小猪，我们接力，用手比，好吗？哎，其实可以打电话，各位。为什么这我跟这两个啊？他们怎么那么不傻？
用手比啊，小猪用手比，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电话。零八，一星拍了八下，我先试一试。掉下来了，看看对不对啊？看旗子，绿色，绿色是少鱼。什么？绿色是错的。错的，绿色是少鱼。少鱼，所以你觉得应该是几号呢？那七号。那七号。啊？我现在在七号。又拿举绿旗。啊？他举绿旗，他敲了八四门，那就是小了，七还是小了。绿是比实际数字还小的，小了。那绿旗是说明小了，那得往上。他敲了八四门，是八十呢，还是八下，还是十八？小猪，哎，考验你的时候到了，到底是不是十八？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，等等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怎么有人唱歌？一星啊，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呀，一朵花。哎哎，谁呀？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呀，一朵花啊。你是谁啊？我不知道你是谁。十八的姑娘一朵花。对啊，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呀。对啊，我知道。是吗？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是八十的姑娘一朵花，还是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呀？一朵花。小雨等于啊，小雨等于多少啊？小雨等于多少嘛？再一次呀，再一次。我有一个幸运的号码，是。哎呦喂，十八的姑娘是？不是十八呀。不是十八呀。不是十八的美女。小猪，你稍微快一点，我们现在只有一次机会了，时间也马上到了。等一下了。九条好汉，唱唱歌不行吗，哥？啊，我们疏解紧张的压力啊！啊，让开，出去，我买门票了。拜年。活命呢，就要看你们四个兄弟们会不会完成任务了，啊？好吧，那估计完成不了任务了。啊，这快！啊，行，再见，再见啊！拜拜。哎呀妈，太厉害了！啥意思？大玩具熊，它有电池，啥意思啊？他在骂你。这是个猪，小猪猪，这是小猪的意思。小猪，小猪，电池和小猪。哇，这有个房子。有一个坏消息，小岛将在66分钟后爆炸。只有在其他四人完成岛外指定任务后，你们按下105 105 105九位数字的密码，才能阻止小岛爆炸，保住性命。记住，只有你们解决岛上的6个任务点，才会有奇迹发生。你懂没有懂？
听不懂啊，一心啊，两位哥哥被绑架，是不是两啊？是啊，两啊。等等，他唱的是啊，是不是十二啊？两十，各位，是十，拉个十是吗？摇十啊，摇十，来，确定，确定，我们现在摇了啊。七月七日，牛郎织女相会。七嘛，七七后面是什么？各位，七七十四。Oh no！ 十四，是吗？我对你绝望了。什么？十四。试试看，对，他说七七十四，聊不下了，下来了，啊，又是绿色的，啊，不要吧，这么题都没有猜出来，太阳姐姐，给我补点脑吧，补补脑行吗？我碰上了全世界最傻的几个伙伴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恰好罗志祥就叫猪，我听见了猪的脚步声，渐渐地向我靠近了。来了他，大家请观赏。你还有脸抖腿啊，小猪？谁是猪一样的对手啊？哇，这有箱子，但是有条大狗，是吗 ？Hello， 坐好。我引狗，哎，离远点。来，行，给我吧。Hello， 哎，坐，谁，好好的，哎，好乖，哎呀，乖，好乖，哎，这狗，啊，乖狗，好，哇，它不让动哎，好的，啊，好，那什么，拿这让它咬去，小波把棍子给让它咬，来，快，咬住，来咬，气氛，哎呀，傻了吧，王雷，坐啊，过会儿我给你弄点吃的回来啊，明明，啥意思啊？喜欢拿着，其实火柴肯定有用，把猪给那谁吧，送你一个小猪。罗志祥，做个好朋友啊，跟好朋友好好玩啊。他们已经失败了，你再抽一个，来吧，抽你吧，抽个十吧。一星，哎，我是红雷啊，你还好吗？他们老拿枪指着我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说话了。我懂。说两句话，就是啊，站会儿行吗？其实我很喜欢男人。哎，你快让我爱你吧，好不好啊？来，我又来了。我站会儿，我先不说话。我不用说话的好吗？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？红鲤鱼，兄弟，你是哪里来呀？你来自何方？要去向哪里呢？你到底哪儿？你跟我说句话呗。你家在哪里啊？在哪儿出生的？什么待遇？哎，你一个月多少钱？哎，我没碰你啊，我没敲门吧？你咋这么轴呢？你去哪儿啊？哦哦
搞不动他，给气跑了。这个绑匪神经很脆弱，应该是我能把他拿下。你想想，神算子黄磊都经不住我这个金蝉烂打，他哪是我的对手？小屁孩，社会之复杂之深奥，慢慢学吧。呀，一心，一心，哎，怎么了？一心啊，你用眼神迷惑对方，尽量让他爱上你，一心。哥，他是男的。男的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为了救那个黄磊和黄渤哥，你就贡献一次身体又能怎样？身体？身体？一星，你不要看那个绑匪的眼睛，我怕他看上你。他不看我，他把眼睛闭起来了。身体？看到没有？哇，这肯定有用啊！这有一箱子。这是求救的火箭。小头儿，你去查，我把这排房子检查一遍啊。啊，看到了。我的性漂亮剂是指心水吗？这下边有可能会有海水养殖的地方。这儿值得一下啊！好了，一个简易的捕捞袋就够了。小博，小博，我已经做好了东西，我下去捞东西去了。你捞去吧。青岛的特产吗？我们合照一张来了，合照一张吧，来了，照一张，就照一张。有。哥哥，你照不照？你长得这么帅，让我看看呗。嘴还挺严，不讲话。你不生气啊？你看我，你看我这么英俊潇洒，神采奕奕，玉树临风。哟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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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拖住他，拖住他，好好，拖住他。好的，只有一个门，这个窗，哎，这个窗户，哎，一星太聪明了，从头开始传递信息。好，来走。赶走，赶走，赶走！一星太聪明了，真的，我不得不说，一星绝对是有勇有谋。快点，多少？23，23，跑快点，跑快点！对，怎么样？啊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下来了，对了，对了，成功了，兄
极限三傻原班人马还是厉害，我成功拖住了绑匪，太厉害，成功解码耶，太厉害太厉害。我们关阀门，我们成功了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恭喜你们，下来吧。这还不是全部，下一个需要关闭的阀门在小青岛灯塔。黄宝，黄宝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。那还得捡屋子。带走了，失误。找这个钓鱼竿，这钓鱼我可就不会了。发布个消息吧，我在陌陌上发布个消息，然后大家一块儿找一找吧，好吧？我们现在要找找黄渤、黄磊到底在什么位置，发动一下群众。他现在被人绑架了。哎呀，各位，看到没有？小青岛灯塔，好了，走。哎，那有电视。那有电视，我们在吗？哎，有了。天哪，这里是青岛的著名景点，每天都会有无数的人在这里游览。我们就在这里玩一个扫雷游戏。现在，在小青岛对面海军博物馆101船舰下的水中，有20个浮标，其中有的是水雷，有的是能打开这扇大门前往灯塔的密码。记住，密码是4位数，皮划艇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，快下海扫雷吧。哦，水雷密码有4个，101舰就在那儿。博哥，我来救你啊，博哥，等着，磊哥，等着。小猪为什么一个人又跑呢？啊，因为他不想做三傻。哇，好多飞机啊！那三傻在干嘛呢？天哪，我这么多导弹。对啊，哇，好帅啊！极限三傻到了，快点，要救人也是你们说的。快啊，我们跑得很快啊。快个屁啊。啊，从这下去然后找密码。我们4个人吗？一个吗？当然，全部下去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我们现在往前走。哎哎，好，可以关了。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。小博，小博，小博，今天中午不是野外生存的问题了，今天中午给你好好补补营养。青岛的小孩
会赶海，捡海货。找了本书，《鲁滨逊漂流记》还有一瓶蜂蜜水，半瓶蜂蜜水。你饿不？现在有饼干，你吃不吃？先喝点酒。OK。怎么还有绳子？这都能喝吗？能喝。这汽油。这汽油吧。水。哇。这鲍鱼，哎呀，野生鲍鱼。野生鲍鱼，可以吧？这都不小的。不小啊。啊。行。我觉得咱俩就吃这六个鲍鱼够了。我跟你说，就刚才在下边的时候，有一个，你这样一动没拿下来，就上头，怎么抠也抠不下来了，只能再缓一会儿。下面你猜中了，下来以后拿着它拧。哇，今天是让咱们过来吃苦的吗？还是让咱过来补营养的？多多要看见我吃他们会生气的。啊、为什么？他肯定特热爱这些小海鲜，可是我们海边就吃这个长大的，靠海吃海啊。那他看你吃鲍鱼，他会生气吗？啊，也会生气。那你先饿着吧，这些都我吃。这鲍鱼看着真好，啊，长得真漂亮。你要给它支上吗？你有东西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会钓鱼，我从来没钓过鱼。没钓过鱼啊？我没钓过。行，一颗一颗来，不能乱来。行了，小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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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抓一下，抓一下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！这在这么近的地方都能被它跑掉。顺手来，给它拿下。拿吧，拿过来。小心啊，这打开不一定是什么东西。对不起，我们打到了水雷。水雷怎么处理啊？你干嘛？二零九干嘛？二零九干嘛？在水里打，别在船上打了。我反过来做，只给了三根火柴，这我得省点用啊。雷就快跑啊啊啊啊
现在瞪你这个眼儿，这个红旗把那个眼儿扎住行不行？啊！把这个也打开，直接打开，一箱不能打开，直接给它打开。我靠，气快没了啊！把那个胶带吧，还有胶布吗？别笑啊，我不想下水。啊，不想下水。我哥，我哥，我哥。哒啦啦哒哒啦啦啦哒。多大的鱼啊？这么大？再小点，再小点，再大点，再大点，差不多。还是个小 baby 鱼，给它放了吧。我操，这不是 baby 鱼，这是可以吃的，市场够卖。我看一眼，这里边的鱼。对，这是个寨花，这是我们叫的寨花，是吗？多可爱一条小鱼啊！这是油，你忍心把它给煮了？还小呢，你决定把它放了？放了，咱给鱼放，咱俩吃鲍鱼够了。你说呢？也是啊，就是啊，把这小鱼放了，多可爱啊！让我去钓鱼，钓上鱼了以后让我放了，那行，那再放了吧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决定去放生。刚钓上了一条鱼，我们现在再把它带。多多，爸爸把它放了啊！多多，叔叔把它钓上来的啊，是你爸让我钓的啊。它能游出去吗？你看这儿，看这条鱼，哦，你给它放这儿，它能游出去吗？啊、哦哎，它可以涨潮就出去了。哎，我觉得可以这样，哇，好漂亮。其实这就像我们一样，所有人都集中在一起，就是团结的力量。去吧。你先擦擦手吧。这玩意儿拿了这些东西也不知道干嘛使，太讲究了。对，野外生存还得来湿纸巾。对。这是一个多美丽又遗憾的世界。好了，放鲍鱼了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捞到了他们，对他们来说很不幸，但是荒野求生我们只能这样。要感谢他们，谢谢，帮我们度过了危机。谢谢这鲍鱼。水开了，我放了，放吧。那我们把这些就放生了，放生了。好了，回去跟那些鲍鱼的朋友们说，没事不要去上什么《极限挑战》这样的节目，你知道吗？回去告诉所有人，这一切都是黄磊干的，黄磊干的啊。The sky is high.Don't try. 希望他们四个人无论遇到任何困难也能够迅速的通关，赐予我力量吧。我是希望，赐予我力量吧。这都是命啊，说这个球，球吧，几号？二号。二号，快，有二跟三了。走走走走，哪一只下一只这个吧。啊，走。怎么？它是血。全血就别开了，全血就别开了。血。给我教训教训他。扎。不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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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妈！
你不能这么狠呐！快快，再下一只这个吧。好的，好了。快快快，抓紧！球，这个是，这个是，这个是，打开了，打开。来吧，来吧，一宝，三号，哎呀，牛逼，我们成功了，码头，码头，回码头，哥帮我快快快快，一二三四。完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请问一下青岛话的二怎么说？青岛，青岛，那三呢？三三三二三三二三三三三三二三是说三，请大声用青岛话念出密码后再输入才能有效。你不能念，为什么？台湾普通话。来，我来念，我是学这个的。二三三三。二三三三，然后在这里输入吧，二三三三，是这儿吗？不对，没有，没错。我觉得可以了，嗯，完全熟。哎，这个汤真的，你觉得就要到了吗？多么可惜、啊！海水你怎么喝啊？这淡水，听说喝一碗海水了。好，可以，手凉凉。哎呀妈呀！我爬半天山跟本书，但是里边确实有挺珍贵的。哇哇，看着就凉快了。这是有史以来登上最高峰的一次真人秀，对我们为此感到特别特别的骄傲。我们四个团队极限挑战。这就是礼物，太棒了！这是礼物吧？对，这可能给咱们精神鼓励。咱们这可以吃了，可以拿来吧。哇！太好吃了。时间快到了，不管成不成功，咱们都试一下吧。青岛，青岛话的青岛话三二三三怎么说？三二三三三二三三三二三三三三二三，你不就换了吗？三三二三换了吗？三三二三，哎呦，我这一口青岛话，三三三二。三三三二，就这几个顺序啊？这全部都说完了，快点！三三三三，啊，三三三乐。小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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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一定要说好，你就说台湾话就完了。安静，安静，安静。乐三三三。莫开，三乐三三，我们都被那个小猪的台湾普通话给毁掉。你要推呀，知道？自己一定要。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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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了！到了，有警报，小心一点，大家。好，小心，小心。关不上，关不了，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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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回车。哇哇哇哇哇！
你们的伙伴在66分钟内成功过了两关，而你们也找到了岛上所有的任务点，所以我决定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在这个岛上有一个 SOS 点，只有到了那里你们才有可能获救，快点出发吧。就这么闪一下就完了？他会出了地图了。啊、哦，在岛那面呢。你确定这路是对的吗？对对对。既然我们会长这么仁慈，可以给你们一次机会的话，这边请。哇！小心点，小心点。现在这个悬崖下面有一个海狮卫星电话，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求生的机会，因为只有在这边可以发送求救信号。那么现在行星下去。下去啊。行星下去。下去啊。下去啊。你敢不敢啊？你不敢就我来都行。好，我接下来吧。而他下去怎么上来呢？会有方法的。那这个留给你吧，小波，火柴在里边。行。还有手机在里边。行。注意安全啊。嗯。好，可以。手别乱扶啊！你相信他们。我知道。并且会再继续往下下降，请做好随时准备。你小心啊！要不还是老师啊，关键时刻。红雷，王旭，一星，小猪，我跟小博现在在一个岛，叫做拓岛，脱衣服的脱，拓岛。我们已经在岛上待了一天了，也没什么补给。现在我做一个锁钓，从这上面刚下来。赶紧来救我们，赶紧来救我们。小波还在上面
啊，等着你们。没问题，哥。托导，我这心里好难受。托导，肯定被人打了，打完了以后现在长得很像黄渤了，已经。变形了。对啊。而且重要，有人没发现一个东西？那我们赶紧。很重要的事情。他变黑了。是变黑了，晒了一天了。走吧，哥。托导，托导，走。托导了，弟。托导在哪儿啊？刚才我已经把求救信号给发出去了，不知道红雷他们收到没有，应该会弄船来救我。那小博怎么办？现在景色突然变得没那么美妙了，哎，后边会怎么样完全不知道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干嘛？不会吧，叫陈猪龙啊。这样说，这样说。这什么意思？等着潮水慢慢涨上来吗？啊？还不来救我呀？上！要坐船，上坐船。慢点！快！我们没有时间了，赶快！时间不等人，我们赶快得去救人啊！磊磊，小波，我们来了。绑匪，我们不会怕你们的。等着，我们马上就到啊！绑匪。兄弟，我们来救你们了！兄弟们，黄雷！队长，这好几将，还不来救我们啊？都死了！哦，我的！没反应啊，厉害啊！哎，我给你讲讲条件呗，我这有不错的东西，鲍鱼壳，怎么样？这个都不要？哎，我还有好东西，看这个，另外一只鲍鱼壳。干什么来了？看你家，好烦呢。看前面，万一来人怎么办？老看我干嘛？哇大大啪枪枪枪我干嘛那么紧张啊？我已经把你的枪给破坏了。你俩啊，我刚才我快一点我就跑了，我就错了没有？错了，知道错了。行，回去好好站着吧，回去站着去，再看看万一来人呢，注意警惕。笨，不行了，海水马上就要涨上来了。可是船呢？在哪里啊？这里。到。黄渤，
子不在这上面吧？喂，喂，我黄渤呢？黄磊呢？我啊，我就是坏蛋啊，就是绑架你们两兄弟的坏蛋啊，对，所以我就是。陈柏霖哎，是我没错。虽然我知道你们很辛苦，不过你们的兄弟已经个别被绑在不一样的地方了，而且现在海水正在涨潮，随时会把他们淹死。那我这趟啊，现在只能救一个人，只够救一个人的时间，你会选择救哪个？只能救一个人，想一下吧。啊，想一下吧。决定了吗？黄渤，黄渤，好，黄渤一票，来，遮眼。第二位，你会救谁？那你得给我一点信息啊，不然我怎么选啊？比如说你有一台跑车好了，你有两个，只有两个位置，你开车啊，那你的副驾驶你要坐什么？那坐个姑娘啊？那不可能让他们俩坐的。我选谁？我就，因为这是青岛，所以我觉得国哥可能对地形比较熟悉，所以我救磊哥，我救黄磊。好，黄磊一票，来，坐到后面，绑了。你要选择救谁？我觉得黄磊哥应该挺聪明的，我觉得黄磊哥应该可以自己自救。啊哈，所以我觉得叫黄渤哥吧。黄渤哥对不对？好，黄渤又一票了，来，坐到后面，绑了。好，最后一位，我们的深海阎王，小心！你会选择救谁？说黄磊和黄渤，我要救谁是吗？对。你是不是叫陈柏霖啊？是的。你是不是想死啊？我不想死。哦。你们救了他，就不用死了。好嘞，好嘞。因为黄渤从小是在海上长大的，是，所以磊磊现在需要我。你选择救黄磊。我觉得黄渤应该在等我们，他等我们去救他，但是没问题，有我在，我来救你。这一次，除我以外，我带我小弟一心一起来救你啊！刚才看那个视频，我看他真的从来没有看过磊哥那么惨过，都不像他了。对，我跟黄磊这么多年。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是最脆弱的，很让人心疼。小博，抱歉，我们先救黄磊了。谁让你又矮又粗又胖的，像个牛犊子一样。不行了，海水马上就要涨上来了，我必须得发救援信号了。我记得刚才这还有火柴呢，两根火柴。哇，哇，看来我也不能再等了，我只能。靠自己了。这是个火箭筒，学名叫窜天猴，对着你们，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吗？看我也没有用。哇，浪费了一根，就差一根了。这是求救信号啊！这是，啊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哇！看一眼，我不得不使出我的绝活来了。必须得想办法了，不想办法不行了。终于可以不泡水了。我们要抱在一起，抱紧紧，抱紧抱紧。哎！
限挑战，挑战进口无极限。够了。本节目由天猫国际独家冠名播出，天猫国际极限挑战全球商品，免税低价，海外直送，买进口上天猫国际就够了。本节目由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 OPPO R7 拍照手机特别支持，突破画质极限，极速智能体验。本节目由海信 ULED 曲面电视为您特别呈现。本栏目由方太高端厨电领导者特别支持，方太智能油烟机四面八方不跑烟。小猪和一星去救你了，小郭不用担心。哎，他是被绑在那里边吗？磊哥，磊哥，快来呀，救我呀！不是磊哥吧？啊，我怎么听声音不像呢？冯磊，我，啊，磊哥，黄磊在那边。啊，这是黄渤。啊。完了，我们来错地方了。这是黄渤。你不能跟他说，我们不是来救他的。黄渤，你别说呀，你别说。我们，他该伤心了，你别说呀。快来呀！那个小猪和一星来救你。我们先来看看你，小猪和一星马上就来救你。你放心。黄磊呢？黄磊在哪儿？伤心了你！哎呀，你怎么傻实着？啊！本来现在他就没事，我问他状况还可以。快来呀！你没事吧？那不是在里边吗？给抓着吊起来了。哎，能碰这么几个笨蛋吧？也算是命好，你知道吗？我要自己不想点办法，我现在已经泡白了。我去！哎。我们来了，伯哥！哇塞！那是谁？那谁啊？伯哥！不是伯哥，是我。师傅是师傅，是黄磊哥。哎，是磊哥。黄渤呢？博哥呢？黄渤在，他在另外一个地方。他没跟你在一起啊？嗯？啊、没？怎么讲？马上就要涨潮了，黄渤老师的水马上就淹过去，先把他救了呗。那黄磊怎么办？他肯定没问题啊，待会儿再去救他呗。走吧。上天，迅速把他救了。钥匙我先放好。黄磊哥，黄磊哥，我下来啊。我们来了。哎，还能下，很小心哦。挺住！我头子了。OK。谢谢你们来救我。一个钟头，一个钟。你知道我们度过了什么样的一天吗？嘿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那俩人先干掉。Ha ha ha!
我们真的是过来看看你。我们不是救，我们拿的钥匙是救黄磊哥的。钥匙在哪？钥匙在兜里边。兜个屁，在他手里边呢。你俩这傻子，你还救人呢？哎，那救不救啊？这不钥匙吗？你咋还骂人呢？你咋还骂人呢？有没有完了？还骂人呢？我们千辛万苦就是来救你们的，然后你还说我们？节目由天猫国际独家冠名播出，天猫国际极限挑战全球商品，买进口上天猫国际就够了。本节目由中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 OPPO R7 拍照手机特别支持，极限挑战由健康美丽喝散油的天窝蜂蜜柚子茶特别支持，七次挑战护肤极限，冰川水尽在金珀莱，上海江雨。感谢陌陌，本节目指定唯一移动社交平台，陌陌总有新奇在身边。陈柏霖，我们被这样惨都是拜你所赐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要不要给他？我们是节目啊，默默哥准备好了，洒水了。他不是要下水吗？艺兴啊，你真可以啊！艺兴啊，你学坏了。我们今天陈柏霖呢，很开心的可以到我们节目来，然后呢，这趟来呢，那也有他的新的作品要跟大家来宣布一下，对吧？对。就是坏蛋必须死，坏蛋必须死是吧？好人必须那今天坏蛋是谁？必须想是他。坏蛋当然不是我，坏蛋必须死。来，你把那个穿上吧，那个就穿上吧，安全。柏霖，你先把这个穿上，万一下水。大家也可以呢，到时候呢去支持一下陈柏霖的作品。当然了，我们这个极限挑战呢，今天在这边呢也要告一个段落了。我们从来没有在船上做过一个命字。对啊，也是个挑战吧。一二三，极限挑战，再见。